麦克，这是汤姆，汤姆，他叫麦克。你好，汤姆。你好，麦克。安妮，这是玛丽，这是莉莉，莉莉、玛丽，这是安妮。我们班有24个同学，有14个女生。不对，我们班有25个同学。25个？我们班有10个男生，14个女生。不对，我们班有15个女生。啊？我们班有15个女生？哦，我们班有25个同学。麦克，你们班呢？我们班有12个中国学生。6个美国学生，7个英国学生，1个法国学生，我们班有26个学生。哦，你们班有26个学生。我去运动场，你呢？我去电脑房，明明再见。麦克，你去哪儿？我去自习室。你去运动场吗？是啊。再见。再见。嗨，明明。莉莉，你去运动场吗？我不去运动场，我去教室。再见。嗨，你们去哪儿？我们去图书馆。我去运动场，你们去吗？对不起，我们去图书馆。我们去运动场，你去图书馆吧。汤姆，电影院有《哈利波特3》。汤姆啊，电影院有《哈利波特3》啊。星期六晚上7点，现在几点？哎呀，现在7:30了。今天是星期五。好，我们明天看。好。对了，小海和麦克也喜欢《哈利波特》。好，我们现在告诉他们吧。喂，我是小海。汤姆，你好。你好，小海，明天有《哈利波特3》。《哈利波特3》，你们去吗？我们去。去，去。我们也去。明天几点？晚上7点。好，明天见。麦克，现在几点了？现在6:25。汤姆，现在几点？现在6:30。麦克，现在几点了？现在6:50。现在几点了？现在6:53。
安妮，今天几月几号？今天是9月24号。别告诉我们。耶！安妮，我爸爸在上海，这是他的礼物。安妮，祝你生日快乐！哇，好酷！你们都知道我的生日，我还不知道你们的生日。你们的生日是几月几号？我的生日7月20号。我的生日是5月8号。我的生日是11月8号。今天我14岁了，你多大？我也14岁。安妮，生日快乐！打开看看，这是毕业。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喂，是小红吗？啊，是妈妈。妈妈你好吗？我很好，你和安妮呢？我们也很好。小红，北京今天冷不冷？今天不太冷，昨天很冷。妈妈，香港呢？香港不冷，今天比较热。妈妈，你很忙，请你注意身体。你们也要注意身体。嗯，好，再见。妈，拜拜。冷，今天冷吗？今天不冷。不，今天很冷。好好，今天很冷，可是我现在很热。明明，他是不是画家？是，他是画家，他是中国的画家。明明，他是不是工程师？不，他不是工程师，他是工人。这就是那个工人。哎，明明，艾哥，你好，你好，艾哥，艾哥怎么样？哎，看看那个妈妈，你看这个。他是电影演员。
员吗？不，他不是电影演员，他是饭店服务员。他是不是医生？是，他是医生。安妮，你爸爸是不是医生？不是，我爸爸是商人，我妈妈是医生。哦。他是教师吗？是，他是教师。哎，他是不是郑老师？哎，对耶，对，就是郑老师，他是郑老师，是郑老师，是郑老师。在这儿呢，叔叔你好。你们好。叔叔，请带着签名。哦。谢谢。楼上右拐在二楼。好嘞。小海，你爸爸在哪儿工作？他在软件公司工作，他是 IT 工程师。你妈妈在哪儿工作？他在学校工作，他是老师。哎，妈妈。哎。你们好，阿姨好，在这签名。好，好了，就在二楼。哎，一会儿见。小红，你妈妈在哪儿工作？她在医院工作。她是不是护士？不是，她是医生。哦，你妈妈是医生，你爸爸呢？我爸爸他在工厂工作，他是工程师。哦。麦克，你爸爸妈妈呢？他们在哪儿工作？我爸爸是商人，我妈妈在医院工作，她是护士。哎，汤姆你呢？我爸爸是农民。哦，我知道，你们家有个农场。汤姆，你家在美国中部吗？是啊，那很漂亮，以后你们去我家吧。好。你是美国人吧？不，我是英国人。你好。谢谢。你想做音乐家吗？不，我想做科学家。明明，你看我像李小龙吗？很像。我很喜欢李小龙。我喜欢成龙。对，我喜欢成龙。嘿，嗨。汤姆，你想做演员吗？对，我想做演员。哎，麦克，你想做什么？我想做作家。电脑小组，你们喜欢电脑吗？我喜欢电脑。哇，你看，
好，来，你们看看吧。你的爱好是电脑吗？我的爱好很多，我喜欢电脑、科技和运动。这是书画小组，你们喜欢书画吗？我的爱好是书画。你们喜欢音乐吧？我很喜欢音乐。汤姆，你的爱好是运动吧？对，我喜欢运动，我的爱好是运动。不，我的爱好是电脑、音乐、书画、运动、科技、上网、电子游戏、武术、旅游、电影，我的爱好很多啊。小红，哎，安妮，你去哪儿？我去游泳。哎，你会打网球吗？会啊，我会打网球。我们打网球去吧。好啊。玲玲，玲玲，你会不会打网球？网球会，我会打网球。会呀，我哥哥是网球运动员，我会打网球。哦，我的天哪！明明，你哥哥是网球运动员，可是你不是。可是我很想做网球运动员。你做篮球运动员吧。我打网球，你打篮球吧。唉，真是。好球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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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棒！哎哎，明明，我们去打篮球吧。好，我们打篮球。星光大道，群星璀璨。雅典奥运英雄三剑客与您见证共和国荣耀。历届最佳男女演员一同携手五年精英辉煌。9月23日晚8点，湖南卫视现场直播。6届中国。明明，去看电影吗？对不起，我不去，我想看电视新闻。哎呀，你。去吧，今天电影很好看，是成龙的电影，叫《80天环球世界》。这部电影很好看，可是今天我想看电视。你失去，你天天看电视，今天看电影吧。挑战自我，清晰定位，但他的成长，我失败过，也走过弯路。今天的电视节目好看吗？好看，今天的电视节目很好看。哦，可是我喜欢看中国功夫片。哎。
公牛队在这场比赛中呢仍然是打得积极主动，但是爵士队呢他们显然不愿意做这个，不愿呢被公牛队任意的宰割，也就是说不愿做羔羊，因此呢他们在这场比赛中呢也是快点换好教练，所以呢从赛况来看呢双方扣篮第三场要打得很紧张，再加油这是公牛的三分球平衡投进了，哎刚才扣篮打篮下，乔丹的身高快点换好教练，但是由于他有着良好的身体素质，加上双方比第三，哎，汤姆，你不去看电影吗？不，我喜欢看电视。今天的电视节目很好看。哇，行，被人乔丹打篮下。喂，对，我是明明。小海吗？你在哪儿？喂，明明，我们在天安门广场。好，我们天安门广场见，好吗？好，几点？9:30，好吗？好。嗨，你们好。您好。你们去哪儿？我们去天安门广场。哎，那是飞机场吗？对，是飞机场。这是电影院。我知道，昨天我们去看电影，电影很好看。喂，明明，你们可以按时到吗？喂，麦克，路上有很多车，现在堵车。哦，是吗？你们现在在哪儿？请问我们现在在哪儿？我们在北京火车站。喂，麦克，我们现在在北京火车站。哦，好，你们别着急，我们等你们。哎，你看天安门。喂，麦克。喂，明明，现在9:40，你们在哪儿？我们在天安门广场啊。我们也在这儿，我没看见你们呀。啊，你们在哪儿呢？哎，看见了，在那儿。啊，我来一个，来，我们照张相。这个，1、2、3，茄子。干杯！来，喝一口。给你们照张相。下星期三是5月1日，我们有10天假。耶、yeah, ，太好了！我们有十天假，没有作业，没有考试。那是的，太棒了！来，吃饭。最近怎么样？好啊。你们想去哪儿？我想去澳大利亚，我哥哥在澳大利亚。安妮，你呢？我姐姐在加拿大，我想坐飞机去加拿大。你呢，明明？我回上海。上海，我很想去上海。明明，你怎么去上海？我爸爸开车去上海，我坐他的车去上海。哎，玛丽，
我们一起去上海吧。好啊，谢谢明明。哎，汤姆，你去哪儿？汤姆，我家在广州，你想去广州吗？广州？想去。我们怎么去广州？我们坐火车去。好，我们坐火车去广州。你好，请问你们去哪？我们去火车站。哎，火车几点开？11点。先生，现在堵车。你们在东直门下车，换地铁去火车站吧。去东直门怎么走？我们往右边走，到路口往左边走。好嘞，谢谢。汤姆哪儿去了？汤姆呢？请问去火车站怎么走？去火车站，往那边走。喂？喂，汤姆，汤姆，你在哪儿啊？我在地铁站里面，你们在哪儿啊？我们也在地铁站里边。前面，汤姆，汤姆，喂，丽丽，你们在哪儿？汤姆，汤姆，我们在你后边。好，我们走吧。